这里是二高上来一点点的地方，这里是一个三岔路口，这边不要去，这边是往蒙阿波，然后这里是往豪峰山观景台，然后这边这一条是五处路，一直上去可以接中航路。哦，你看我从下面都是上坡先上来，然后刚刚骑了一下，还骑到满身汗。这边比较适合来的时间是下午四到六点，从这边看过去可以看到海线的风景。现在明梦上面很晃波，我休息一下好了。我的宽带车也要休息一下，它也会累。那边叫安乐墓园，所以不要去那边，知道吗？那边，啊，这个也是人家墓园，不要进去，知道吗？要尊敬人家，不然他会给你冲底哦。这边晚上有时候海线的人开车会比较快一点，要注意一下，知道吗？我要来休息了，坐一下。